中介绍国王黄正雄先生，因老爸就是全省的国王，哈、哦，那个吉他手，吉他手叫什么名字？玉展 ，keyboard 手君佑，贝斯手小维。谢谢，我是太子乐团的主唱阿豪，谢谢。青春的味道，有你相。
接下来呢，我为大家来带来这首就是刘德华的《大眼睛》，谢谢。哎，会使唱歌未啦？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那眼睛。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赐予你一相逢，总是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渴望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意来过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我从来不明白命运是什么，赐予你一相逢，总是不寂寞。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，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。不管你心里是否有个我，我永远为你祝福，愿意快活。我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，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。牢牢怎样面对？
通